酸的哦，是一个不厉害哦，哦，它却能容纳。算了，太夸张了啦！这是衣柜啊，衣柜啊，是啊，是衣柜啊，有衣服啊，是啊，衣橱啊，这就是衣橱。对啊，是衣橱啊，太特别了。干嘛？看一下，就衣橱啊，是衣橱，衣橱是啊，这三个都衣橱，这很普通，非常极度密道，没有啊，衣橱啊，嗯，家有回风扇，对不对？散气。谁生气啊？这衣橱就普通衣橱，非常非常极度普通。哇！哇！可以这样子就对了。对，怎么可以这样做？好酷哦！外面看不出来的耶。基本上有一好，没两好，没两好。为什么？他为了要做，可以自己演厕所版的那两层。他本来做一个柜子，把这个厕所做修饰，对，比较没有所谓的侧冲，是，或是厕所的洗外露，嗯，当然这点是有加分，嗯，可是我们衣柜、橱柜、鞋柜，通常柜子里中国的风水是放比较有价值的东西，嗯，那么你放这个厕所，就仿佛如果是串联在整个柜子的话，对，就带来莫名的湿气跟臭气，嗯，反而带来其他地方不好，它是没有的，它是没有，所以因为像很多人就会做这种隐藏门啊，对，会比真正的有一个厕所门来的好。去行除煞啊，可以贴着墙壁，跟墙壁做成一样的形片，可是跟柜子包在一起，我是比较不赞成。就觉得没有。我曾经有客人家打开来，不是厕所，就是一个马桶。啊？真的真的是，他就打开来就是马桶。好怪哦。就是专门大号用的。好恶心。马桶那么小。对啊，住在衣柜里面。对对对对。太神奇了吧？真的有病吧？看过。有多想找话？真的，真的，所以就是说，如果更好的做法，就是其实只是做一个隐藏在里面，不需要做把柜子做凸出来，因为这而且它的侧，因为这块空间就有点浪费。还有它的侧并没有冲到它的床，哦，侧没有冲到木头，就是 OK 的。好好养，好养，所以它好闲。但是真的这个设计的确没有人找得到对在哪。你这个好像是比这又是阳台外多呀。对，这一块又是，对，就跟隔壁的一样。好了，羊年财运测字来了，跟谁有关系？你选哪一个字？我选帅。我选字。我选水水。我啦，我选水。你选水啊你？啊，我选油。油。所以我选我选官，你知道你怎么选？对啊，作弊啊，老师。我们来一一的揭开一下。好，我选羊年的财运哦。我选风嘛，你选对。我选有，你选水。那我们就先从关系看。关系看好了。哇，一百分。一百。那我们从羊这个，羊本身属土，羊需要自己一个窝。羊跟马跟这个蛇是属于三会左右逢源。那这个关中是带一个门，是对吧？羊有窝可住，不归愁，居无定所。好，这是不是两个凹形？对，在我们的象形里头叫做蛇形。这两条蛇配一个羊叫三会，左右逢源，钱财可期，买房子卖房子都赚钱，好到不得了。对啊，我选到关这东西，哦，西也不是，我们三个很烂的，对啊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那西有个人。人羊相逢，我们称它为苏武牧羊，有贵人的意思，代表前半年贵人扶持。但是这个系就是衣服的意思，是牛羊猪不能披彩衣，而且羊变小，所以农历七月以后不要再投资了，钱财运比较会越做越小。那前半年是贵人扶持，也代表长辈帮忙的意思，赚大钱。OK， 要掌握。好，再来。我总觉得我们三个有266的感觉。好，有有应该蛮高的，有70分。过半过半，羊有出头，出头叫出人头地的意思。所以我认为前半年赚点钱，然后有一个好的名声、好的名誉，要靠自己才华赚钱是可以等待的。但这个月就晚上，晚上的羊就很瞎了。你坑我啦！月谷是代表肉，羊吃草不吃肉，所以下半年就花点钱装潢家里面了，多买那个赫姆斯多买一点，对不对？花钱就好了。不错耶，辛苦哦，你要一直知道买赫姆斯。对啊，
好累哦。我觉得你们怎么这样子？你们想说做做现在多有多？而且你在哭了吗？还在那边高兴？潜水的是我，是他，他最后看了。好的，我应该蛮惨的，我觉得。哎、欸，哦，哇，就是。嗯，像这种摸字型的或宝盖都属于窝的意思。是，只要有窝，自然换房子、买房子、装潢家里面、换家具，都是一个我们说的土地财。嗯，那这里看到一个虫，对，我看到虫代表蛇的意思，又称为虫，我们说蛇、羊、马三会，左右逢源，又带一个出头，所以我们说的就是一个财运亨通，左右逢源。哎，谢谢。会不会今年又买了一些？今年要买两间，买他们的。好，看你的水也有六，你看啦，六十，该怎么说呢？及格啊！水本身就是我们说的阳属土，对，水土相克，嗯，就是钱财要进来比较辛苦一点，真的。这是不是带一个小，嗯，小小羊儿，对不对？要回家，要回家。没办法做大，那么它也代表说钱财运慢慢来，没办法想象中这么好。对，那么有时候稍微可以等待一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要等待多久？等到天荒地老吗，老师？前半年还 OK， OK， 来来去去，到下半年的时候就越来越小。越来越小是怎样？这不就是更惨了？那你几缸醉越来越小，那真的我开始来卖包了就对了。是要下嘛？要投资的时候稍微要收手一下。所以特质结束了。那当然，因为呢也要感谢很多观众朋友很支持我们的风水有关系的书，所以回函我们还是会找时间一一为大家回答。那今天这个佩蓉呢，他是想要问老师说，人家说开门见厅，见餐厅是主漏财，那因为我们住的大楼呢坪数不大，因此不知道要如何改善一开门就看见餐厅的问题，烦请指点，很感谢。而且他还附上了一张照片，清清楚楚告诉大家他们家一进来就是会先看到餐厅这个问题。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建案也都这样设计啊。对，主要他家里人口比较简单，他的坪数比较小，所以我给他三个建议。好，在我们家小时候房子小的时候不一定要有餐厅，那么以及空间不够的话呢，其实客厅的桌子就可以当做一个使用的吃饭用的，这是一个建议。对，第二个，因为你为了配合大的餐桌，却买不到大的客厅，有时候餐桌选择小一点的，那么在餐桌跟走道中间再做一个书柜，那么你进来会先看到客厅，再看到餐厅也可以参考。所以意思也是说，他以他这样子的话，他这边就是要隔一个，隔一个东西，对，那隔的话这边是不是进不去？所以餐桌人数不多的话，可以做。哎，等一下，他这不是平面的啊。他等于进来之后，这边有一面墙，才转过来这边嘞，所以他这样不算是进门。对，如果他往这边进来，先看到那面墙的话，就不叫进门见山。那我们以为是他从这边进来的。他其实嘛，因为他这样子，你帮我拿一下。对啊，他等于是门在这边，这边还有一面，这边才是这一面墙。所以他有这一面的话，他怎么不就不算是了？对呀，就是我这样子进来看到的是一面墙，再转过去看到餐厅，那不算。如果我一打开门就看到餐厅的餐桌，就是家的钱财会被家人借光光、用光光。来说是时刻。那他如果是现在开门墙挡在这边，他可以看到一小角的餐厅嘞。有时候就会为什么做一些柜子、橱子，就是做一个区隔。其实他只要在这面延伸出来，做一个屏风，他其实就不会是看到餐桌了。好，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大，不大，不大，很容易解决。它的屏风其实只要这样一片的，对，一小片你就可以遮住了。OK， 啊，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啦。好，大家还有继续再来函哦，真的。对呀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大家其实就是很想要改善自己家风水，然后三位老师都看到。没错，对，尽量帮大家回答喽。谢谢大家的支持。你不要今天再失忆哦，真的再记不住，我们可以 copy 一卷带。我很需要哦，真的。你要好好把它改善，你他们只会更买不完。我现在不买了，我现在努力存钱。你先对，先把这些东西处理好。对，要不然太恐怖了。真的，然后还有两可爱的。对，这是我两只可爱的毛小孩。我把它染成橘色的，好，不好了，不会。不会，不行。其实老师，我觉得你如果跟着他们趴在这里的话，我以为你是一只。你看，有没有很浓了？好热了。这边你们家有养吗？两只都是拉布拉多吗？对，两只都是拉拉。草泥马哎。对啊，这是草泥马，还蛮大只。好啦，希望你能够事业越来越旺。谢谢，有新到新戏，让我们看。